Let's go.
脑筋，脑壳一直走不过去。哦，那个脑壳都是要靠脑壳拿过去，那是个那个，在那个前代之徒这里开始出来那个出门资金的那个上限，那个武器的话是25000，那个都是你，因为它中间有几条路是分叉的，所以说，因为脑壳除了上下都是除了左右之外，还有一个跳那个件儿，反正你都只有个四个，那个皮说不清楚。说那个，一张图纸在一个隐藏的通道里面。图纸 blueprint hidden inside the wall, so it takes some time to find it.但是之前有一个岔路，反正我拿那个东西的时候也是费了一哈儿精神。
我知道。
加四等于十六，我这十九多。
鸡蛋，然后还有芦笋那个啥，好吧，就这两个菜。
Thank you.